今天到话，我想啊，足球运动本身它有一种魅力，足球是全世界普及的运动，它是世界各国人民互相交流的一个共同语言，世界通用语言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。你说你跟谁不认识，你一说起足球来，是吧？那大家马上就可以找到共同语言。那么这个负载了世界各国文明的一个交流，它可以让我们啊和中国人民、意大利人民和各国人民呢互相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沟通，拉近大家感情的距离。这个本身就是增进两国人民思想交流、文化交流。